你想要到一个学很多的地方吗？你现在在这里了？这是什么蜜月啊？跟我想象的根本就不一样。哎呀，老公就刚，你就是跟那些女孩那么说的，然后让她们亲你的吧。你听了我，你现在就要走？你们女的现在怎么能这么随便呢？要不你从我身上压过去，要不你把包还给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真的特别饥渴。 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个穿的没那么邋遢、嘴巴没那么贱、对我又没什么企图心的正常男人陪我参加我前男友的婚礼。我只是想要一个完美的蜜月。反正现在很美啊。你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过去的？黑那个包行吗？不行，我只要我的包。你没有买过见面吗？只可惜见面。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。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.